欢迎大家嚟到睇一吓。你直情系一个天才嘅中锋。系你好笑，天才车手我唔系天才中锋。Okay. 如果我对李建和一个正宗右脚嘅落底线嘅，李建和你咪捉住佢头发咪得咯。冇买人有冇买人嘅好处系嘛？你都仲有一月嗰个 window 啊嘛。但系我觉得阿仙奴咁嘅 case 咧，第一样嘢都系个 top management 个董事局嗰度先。